甜心，你回营这几天感觉怎么样？有没有难受啊？其实还好，早上起来胃里有点泛酸，有时候会有点想吐。小宝宝，我是你爸爸，你给我听好了，在妈妈肚子里面可给我乖一点，我告诉你啊，要是让妈妈难受，等你出来以后看我怎么修理你。你敢打他，我跟你没完没了。男孩女孩都一样，只要是我们的孩子我都喜欢。他呢，最好可以有像你一样迷人的眼睛，像我一样挺拔的鼻子，还有我的大耳朵，还有你的小嘴巴，这样就完美了。嗯，哎，我们的小宝宝就这样一个小黑点而已，好可爱，好特别。我就是想问你，帮我们的孩子取什么名字？对啊，我要赶紧帮我们的孩子取个名字才是啊。嗯，哎，叫甜心吧。不然呢？那我们爱情的结晶，我们就应该叫他朱雨欣好了，好吗？哎，不行，这样子好像跟我同辈一样，这样不太好。那就叫周新祥，好吗？不好啊！啊，那也是啊。如果生出来是个男孩子，好像又跟我兄弟一样，不是个女孩子。就叫周爱婷，或者叫周爱心。哎呀，反正就是我爱你的意思了。